早期农会对面有一块空地给我们做环保，做了几个月地主就收回去了。我觉得做环保嘛，不用给间断啊，就跟我师兄说啊，我们前面那个地给慈济做环保站啊，我师兄也很高兴的同意了。环保站连锁砖啊，是从那个人的阿寮啊刚捡回来。这个大爱屋吼是921吼，我们回收回来的啊，我们再去给他拿回来延续他的物命。状况以前我是比较固执的人，我认为我自己做的是对啊，所以都不让步。自从走入咱这个朱家这个大家庭，看到这些师兄师姐，大家拢磨圆来，我是讲，哎、欸、啊，大家都有法度磨到呢，咱敢会无法度？所以我嘛学习起来，今嘛我嘛是有改变我家己的习气，咱嘛会尊重人。啊，人会对咱搁较友善。你是真太了解咧。我第时听咧看。刚才，你去对无？我来做环保咧。啊好，安尼咱同齐来去。我从84年伊受精了后，都是在做环保。即马都70-80岁啊，所以我转换做相机啊。在菩萨吼，家己来咱家咧做环保吼，咱来安尼祝福菩萨家吼。大家继续来做咱的环保，所以足感恩讲，摕迄块地出来，予咱做环保场，予遐尼侪菩萨入来经这个福田，啊，就是安尼样。